今日第八課，我哋會學到呢一首紅色嘅開篷車。咁呢一首樂曲咧係爵士音樂嚟嘅，係用十二小節嘅藍調寫成嘅。咁我呢度簡單寫出嚟啦，十二小節嘅藍調，即係嗰啲美國嘅爵士音樂啦。咁點樣安排法咧？咁總共十二個小節。咁佢咧個彈法咧就十二小節之後咧就可以再重複，又重複呢十二小節，跟住又再重複咁啊。不停地循環嘅，不過今次呢首歌比較短咧，就係十二小節之後咧就加多個 coda， 咁就完啦。咁十二小節就係四個小節嘅 C 和弦啦，兩個小節 F 和弦啦，兩個小節 C 和弦啦，跟住一個小節 G， 一個小節 F， 跟住兩個小節 C 和弦，加埋咧就十二個小節噶啦。咁我將佢分開三組四個小節，咁就啱啱加埋就十二啦。咁今日咧，我哋會彈八個小節，即係會彈四個 C 和弦，兩個 F， 兩個 C。嗱，咁你點知佢係咩和弦呢？你睇下左手就知噶啦。首先開始咧就係 C 和弦嘅，咁呢一個小節咧就唔計嘅嚇，由呢度開始啦。第一小節 C 和弦啦，C 和弦啦，呢個 C E G， 跟住 C 和弦，跟住 C 和弦，即係四個小節嘅 C 啦，跟住咧就係 F 啦呢個。F A C， 跟住呢個都係 F 啦，兩個小節 F， 跟住咧就兩個小節嘅 C 嘅，呢個 C E G 嚇，接住呢個小節都係 C 啦，咁就八個小節啦，跟住咧一個小節嘅 G 啦，呢個睇個左手啦 ，G 同埋 D， 咁跟住一個小節嘅 F， 跟住咧就係兩個小節嘅 C 嚇，呢個 C 同埋 C， 咁就完成咗十二小節嘅藍調啦。第一個小節唔計，所以加埋落去咧就有十三個小節，跟住就係 coda 啦 ，coda 咧就全部都係 C 嘅，呢個 C E G， 呢個 C E G， 咁呢度咧都係 C 啦，其實都係 C chord 嚟嘅呢個，跟住咧完結咧就係、是、都係 C chord 嘅，停翻喺 C， 咁呢個就係好整齊嘅十二小節藍調。今日咧我哋淨係學頭嗰八個小節啦，即係彈埋呢粒音啦，咁就完噶啦。左手咧開始就係 C 和弦啦，第二小節，咁咧就半拍嘅。咁我哋數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咁其實你睇到成首歌咧都係好多嘅係半拍嘅，即係以半拍為單位啦。咁所以我哋就數翻有半拍嘅。咁呢一個就係 C 啦，但呢個係咩咧？咁呢個其實咧就係 C 和弦。加咗佢嘅第四音、第六音，咁喺爵士嘅音樂咧，好多時候和弦咧就會加一啲唔屬於佢和弦嘅其他音落去，我哋叫加啲色彩落去，叫 colored chord， 即係色彩嘅和弦。咁就係一三五音以外咧，加翻二四六，依二四六咧就係色彩啦。嗱，一三五，咁唔屬於和弦咪二四六咯，係咪？第七音咧就好少用嘅，咁我哋淨係加咗呢個四同六先嚇。咁個和弦咧就係咁樣。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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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 F 落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翻翻去 C。and 三 and 四 and 彈埋呢粒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嚇，咁好簡單係咪？咁咧只要走位走得快得啦，即係由 C 和弦走去 F 個位嗰度。咁咧頭先我講咗啦，即係色彩就係加第四音、第六音。咁咧喺呢個 F 嗰度咧，第四粒音咧係有 flat 嘅 ，do re mi fa so， 所以你留意要加翻個 B flat， 就唔係就咁 B 喎，係 B flat 嚇。咁呢、這個佢寫咗一次嘅啫，咁後邊嗰啲都要嘅，因為同一小節有效。呢度咧佢只係寫一次，咁你記住其他都會有 B flat 嘅嚇。咁咧右手咧其實就係嗰啲風池電掣嘅聲音啦，即係浮浮聲嗰啲風聲啊，所以你唔使踩腳踏嘅係斷音嘅嚇，好似浮浮聲風聲。製造個氣氛出嚟嘅，咁右手咧就係嗰個旋律啦，右手就喺 G 音開始啦，就彈半拍嚇，第一拍唔好彈，記住嚇，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一 and 二 and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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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四 and 係啦，咁記住啲長音咧，即係撳足佢喎，唔好拎起手喎，嚇到下一個一 and 嘅時候先拎起，咁就撳足個拍子係。是一個很長的音的，我們加上左手了，左手應該是輕的，因為旋律在右邊，如果你做得和弦做得大聲就會、很吵，而且它是三粒音嘛，你右手的旋律只有一粒音，所以兩個就不平衡了，平衡的意思是用耳朵去平衡它，即聽出來呢個音量是差不多的，那就對了、我們一起做吧，一 and 不要彈，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 and 一今天就練到這裡了，我講講我左手呢彈和弦呢，我不是教過你呢是、手腕壓下去發力的，這樣跌下去發力嘛、啊、現在呢就比較高班一點，我們去到第九期，你試一下呢、不要手指呢不要、完全被動地跌下去、啊、這樣很鬆的聲音很散，你的手指都會有少少拱下去的，即是少少力發力的，來聽一次實的一起到底的，我手指有少少壓落去嘅，少少壓落去，咁咧令到佢啲聲音咧係一齊到底三粒。即係如果你放遠咧，咁可能啲手指頭咧未必咁硬淨啊，手指頭要硬淨，令到啲聲音一齊到底，咁就好聽啦。嗱，睇下比較硬淨啲嘅，但係呢度就遠啦，因為我哋用手腕落啊嘛，係嘛？係啦，嗱，記住呢啲咧手臂啊、手腕咧就係、是、啊、軟熟嘅。但是手指頭咧就硬嘅，唔好俾佢跣啊，或者落去唔齊啊，咁樣咁樣就唔好聽啦。係粵伴小夜曲，今日咧我哋會學埋左手啦，即係前奏到正歌。咁咧前奏先啦嚇，前奏咧我哋就會彈柱式和弦嘅。咁彈嘅音域都好高嘅，係彈 middle C 以上。我特登黐個 middle C 啦。我哋開始個 D 咧就係、是、呢個位噶啦。咁我哋會彈呢一個八度嘅。即係 D 就呢度啦，嚇 E F G A 去到 A 嘅啫，咁係咁多個和弦啦。咁總之即係彈呢一橛啦嚇。咁我哋咧由 D 開始，我做左手先嚇。咁你數八個分拍，要數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G minor 嗱 ，B 有 flat 嘅，五六七八，跟住 C 九你直彈 C 得噶啦，五六七八，跟住 F。二三四嘅轉 A 咯 ，A 咧要彈個 C sharp 嘅，跟住去登 D minor。二三四五六七八 G minor 啊，有 B flat 嘅。四五六七八 A 啦，有 C sharp 嘅。三四五六七八，跟住翻翻 D minor。三四五六。七八就不用彈了，因為七八呢右手就會彈這個 A 音會撞手的，所以你呢就彈左手呢，這裡就彈一二三四五六，六其實就是去到右手的了，六七八這樣，我試一試這個位置給你看，這個你要做得好、要接口接得順下，這樣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and 七八，所以你不可以再彈的了，五六 and 七八，跟住左手就下去了，是啦，跟住那段呢我們就會彈爬音的，就彈最早學的那隻，即是五二一二一啦，咁咧，我做一句同埋第二句嚇，咁啊，跟住一二都一樣嘅，我做第一句先嚇 ，D minor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G minor， 二三嗱 B flat 五六七八，跟住 C 三四五六七
白 F 咧就咁弹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就完咗第一句。嗱，咁我写咗喺呢度啦，下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即系呢两个系两分拍嘅。咁後面呢一個都係同樣咁樣處理啦，即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你要換腳踏喎嚇，喺第一分拍嘅換，同埋喺第五分拍嗰陣換，即係第五分拍手落腳起，第六分拍踩翻落去。咁我哋繼續做埋第二句。我由 D minor 個開始嚇。D minor， 即係今次左手個音域就喺呢橛啦，即係超低 C 到低音 C 嗰度啦。D minor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G minor， 二三四呀，有 B flat 六七八，跟住 B flat 一二三四，跟住 A 五六七八，跟住 A 九，二三四五六七八，咁跟住就重複噶啦。咁呢個 A 九咧，你當 A 咁樣彈就得噶啦，唔寫呢個九字嘅。咁我哋做一次雙手咯喎嚇，咁一二同一二一樣，係最尾個和弦咧，第二句最尾個和弦咧係唔同嘅，佢翻去 D minor 嘅，因為呢首歌係 D minor 嘅，咁係最尾呢一個唔同啫，咁其他都一樣噶啦。我哋一齊彈喎兩首嚇，開始咧好高嘅，右手咧喺即係、就是、C 上邊個 A 再高八度嘅 A 啦，咁左手咧就喺 middle C 上邊個 D 啦，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and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and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 and 七八一二三四五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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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 and 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系啦，嚟到呢度咁就完咗正歌部分。